为了要让这运动场所会当愈来愈舒适，宜兰含罗东运动公园的16个篮球场，拢要改做一个厝顶，嵌一个厝挂就对。啊，那这厝顶呢，会按太阳能板来发电。不过是有在地居民是真反对这太阳能板，甚至还佫用地有问题，刷树啊等等，同款有人有意见，或者工程进度一再受到影响。县政府表示讲会继续沟通，希望在咧明年3月时阵会当完工启用。宜兰运动公园篮球场，却有时间的围篱也围起来，想要拍球的民众一直等无球场开放，是感觉真不满。拖太久了啦，你说围起来马上有动工就算了，他围了应该有半年了吧，都没动。宜兰甲罗东运动公园有16座篮球场，官府规划全部要砍掉，变作太阳能供电厝顶的球场，不过拢拄着阻碍。有居民认为讲，宜兰运动公园做供电防污球场，伊感觉无好看，日头跟反射嘛真刺目，反对管护界政策。不好看呐、啊！怎么说？好像那个太要做太阳能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这样会眼睛会很刺的、啊。很刺。除了外观，宜兰甲罗东这两个篮球场的工程，还佫拄着协调用地、工程审查、甲刷树啊等等的问题。原本按算5月完工，不过一直到今，现场敢若看到时间的位置啊，而且还在做工程设计。至于外观的部分，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再跟民众来做好相关的沟通。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些打球的这些年轻人啊，这些运动者来讲，其实都是多一个雨天可以运动的地方。管护工手上第二月都把维尼亚围起来在刷球啊。宜兰运动公园刷46张阿波乐，马后镇围金河，伊那罗东运动公园刷11张围林木，刷球的问题已经解决。罗东运动公园篮球场已经开始施工。现在宜兰运动公园篮球场居民反对供电的问题，要外沟通找共识，要拼在明年3月篮球场都会当完工启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